好，麦阳你好，我们来看你这次的作业哈。好，然后最近这样子非常好，进步很多哈。啊，就是要不要隔太久。好，这一个的笔顺有两种，一个是点了再勾，一个是勾了再点，因为看不出来哦，真的看不出来，所以二选一，有时候我都有可能。那古人后来的人，当然两种写法都有。假设了哈，假设我这次是往前点的，我老早就忘记有录音怎样，因为我都有。所以如果没有一样，就自己在，没关系哈。好，这笔法做得很小心哈，要稍微这样推一下，造型抓得很好啊，但转折这里注意。不要太硬，不要太硬。将垃圾车来小心这里，然后弯的这里弯的太厉害了，注意看这里带点曲线，这里比较硬一点，然后提再按挑起来，挑上去，挑上去连续动作，你转折都太硬了，圆滑一点。但是圆滑不是就是整个都没有角度也没有那么夸张，转折都太硬啊，你要多注意这些圆滑的感觉。好，这里圆滑一点就像打太极拳那种感觉，这里反而太滑了太滑也不好。字太重转折太重，这样，那我后来觉得先写这一笔重轻要注意变轻再加重，你的重不一样，位置不对，轻重颠倒了然后这里再加按一下，然后起来抽急切抽过来，转折注意一下。切，这重笔要注意哈。齐，歪了一边，好，书画不稳。记住我一直在强调的，笔一定要握轻一点，放松。足够刚好的力量就好，当然不能轻到会滑掉，那没办法处理哈。但是不能握，我就想办法就刚刚好就好。你如果有玩乐器的话，就应该这道理应该知道，放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来，我这里折一下不然路没办法推过去这样可以。位置造型现在抓得非常的好了，进步很多，就是这样下去日期有功了但是记住这都是一开始而已，这都开始而已不要兰亭这只是初步而已当然我现在只是他兰亭是学一辈子的，我们现在教先把这个形学起来，笔法学起来那基本会了以后呢，就开始学其他的帖，你用笔就会很简单，几乎所有的用笔都在这边可以学得到所以接下来如果以后呢继续的话，就开始要应用了，所以赶快把这所有的笔法练熟一点就是这样，小心这里。然后它又漂亮嘛，对不对？细节很多，速度感，如果你可以的话，要把速度感学练，开始要注意
好，你的质感也不错。开始像我的写字要摆动，要弧度，不要那硬邦邦的。带上来，推一下，轻重带过来，挑起来，折好，琴好，位置还是要对啊，准一点，高一点。这也是在练眼力，然后一直强调的哦，不要太随性的写。一开始哈，以后当然啦、啊、哈，技巧都会就随性写了哈。但是现在还不准哈，就不要哈，想说随性的写，想办法哈，这都在锻炼眼力。那你如果哈碰到有些哈会说啊，不要太拘泥或怎样。我想一定会有哈，不要再被人家左右去了哈。讲过早讲这样的保证啊，他不太好好的临帖哈。啊，那要听古人讲的哈，曾国廷讲的哈，啊，茶之上京女之贵士就这样。太吵了一点，落款太吵了，然后。这边啊，写到这里三个字很小，然后又变大，大小不够稳定。这个蜡字感觉上面太急了，这里哦不太恰当。好，我们来看你的字韵的楷书。好，造型，哇，英重文风流如海内。好，你要开始写。楚遂良的哭诉赋，好像是我写过还是怎样，搞不清楚了啦。好，随便。但是我有没有写过，已经太多了哈。那我最近今天贴的哈，你可能晚上或者明天会看得到了哈。哦，就是我那个，把它放大一点，我贴那个嵇康的那个。养生论楷书更适合了。好，当然你如果要练字韵是很好。好，左边松掉了，我很快的写哦，你就注意听哈。反正你的笔法还不错，但是现在都是结构的大问题，多体会。哦，这里太松了，我刚刚说太松。好，这里书法很少这样写。哦，墨字太多了，沾掉一些哈，会晕。哦，你注意看书法的结构哦，不要拿标楷体的结构，有时候为了好看，会改变写法。哦，拉长不要太长，重是你宽张的笔字没错，但你写歪歪的了，转折太重了，要提上去，书画不要歪掉了。文也是没站稳，这也是你宽张的字，我一定要站稳。好，再来风流，这个风字写的太窄了，左边的撇反而不用那么长，右边写稍微宽广一点，这里。这只虫低一点，好，再来，流字太大了，你这纸会晕哈、哦，你的也会晕，我写也会晕啊、哦，刚刚那一张就不会哈、哦，这纸不太一样，然后不想，反正你大概知道了哈。哦，那有可能纸种类的不同啊，这很难。如林坤站的写的太远了一点，哦，里面点小一点，
那你都把所有的装饰感觉都忽略不计了哈，装饰不要不见了，雅致哈，这刚好都是你宽展的字，然后组合好，你比上去，撇，装饰不要忽略了，位置要抓好，你写的太小了。记住这圆润的感觉，我这里写的太拥挤了。还，哎，这几个字都有，很好。我们那写程式的很厉害哦，可能去可以去快速的把它找出来。写低一点，好，这里可以拉长，整个要往右下，这字才稳。好，再来内。好，那也是倪宽占有的字，记住了哦。好，这里宽广一点，装饰点枝呢，这里啊、哦，头太大了，小一点。再来摆动。好，这个口字斜度转折把它做出来。名字也是倪宽占里面有的字哈，写的太拥挤了哈，知道怎么写，但是凑起来就不止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哈，没那么简单，要多练哈，多练。带字组合的怪怪的，右上角左边不要拉太长，右边让它哦这里高一点，让它停一点。好，再来意字啊，没有这样歪歪的，然后也整个字有点过度的膨胀的味道。好，再来，好，我们来看这里。好，这要一个摆动下来，左边是轻的，右边是重的。十也是里面有的字哈，这是。